Hey there， 今天是隔离的 Day 5。昨天收到一个很棒的包裹 from 掌门精酿啤酒，蛮喜欢小酌的。然后掌门是我在台北的时候呢去的一间在信义区的酒吧。Thank you Sherman and Veda 寄了这一箱非常棒的精酿啤酒给我，没有想到会是那么大箱。OK， 这里面应该有24罐吧，两种口味。第一个是这个独创印度淡奈尔 IPA， 然后下一个是这个 Lemon Beer 深 V Lemon。OK， 这一箱啤酒我一定没有办法在14天喝完。So today 我想要用啤酒来做啤酒料理。今天我要来做cheese fondue with beer。我想要做那种 cheese 火锅，但是有加啤酒在里面。然后这个东西是一个蘸酱，可以拿来蘸 maybe like 饼干、面包或者是炸蔬菜、水果，我觉得都蛮好吃的。我自己觉得应该是蛮好吃的，因为 cheese 和啤酒本来就是一个蛮好的搭配。所以今天就有点像是在弄我自己的黑暗料理啦。我先来炸花椰菜。切好花椰菜，你先来炸。Deep fry 花椰菜。Deep fry broccoli。Fry 它有点焦焦的。Deep fry broccoli。OK， broccoli 好了。这个油黄很油霞。大到脆脆的花椰菜，你们不要看它这样子，超搭超搭，超好吃的。重头戏是我们的啤酒。So 刚刚有这个深 V 雷梦。掌门的啤酒，还有这个 IPA， 我应该是会用 IPA 这个来做我的这个 cheese 火锅。我们有 cheese、木薯粉、starch。打开我们的啤酒，哇！倒进去之前先喝一口。这 fondue 把啤酒都倒进去。这个 cheese 上面我已经加了木薯粉，为什么要加木薯粉呢？是为了让那个 fondue 可以有一个比较稠稠的那种质感。OK， 它已经稍微有点在滚了，我就把我的 cheese 加进去，拌直到 cheese 开始融化。I'm gonna add some milk。它已经开始有点稠稠了。Add some butter。奶油。这个真的是黑暗料理。OK， starting to thicken， 已经变得比较稠一点。OK， we're done。Cheese fondue， 蛮香的呢。Apples， 刚刚我的那个炸花椰菜 cheese fondue 也可以配 chips。Taste test， 先来试试看刚刚那个 cheese fondue， 黏黏稠稠，好吃耶！而且那个 IPA 完全吃得到那个 IPA 啤酒的味道，它有点甘甜甘甜的那个后劲的感觉。我觉得配苹果会很好吃，因为苹果会比较甜一点。So good， 这真是我的黑暗料理。我真的觉得 cheese 和啤酒是一个很好的搭配，很喜欢喝啤酒也很喜欢吃 cheese 的朋友可以自己在家里做这样的一个 cheese fondue， 很简单。这个就是我的点心吧。 Cheers。超好吃哦！我在想说吃完这锅 cheese 会不会嘴啊？OK， 我们现在有咸的，就是这个 cheese 还有那个花椰菜，然后苹果是甜的。我觉得再来一点酸的，就是刚刚这个啤酒，深 V 雷梦就 perfect。so refreshing， yummy。好，我要继续吃了。我们今天第五天的隔离 vlog 就拍到这边。